小朋友呢，乱涂鸦什么也不是，但往往这是最原始的伟大创作表现。在这个儿童的绘画工作室里呢，没有刻板的绘画指导技巧，然后呢，任小朋友呢可以自由发挥他们的想象空间，自由的画画。 来到画室，不必急着先拿起画笔，小朋友们可以先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或是乐器，跟着老师唱唱跳跳一番。 这一家儿童画室的创办人 Eric 对儿童绘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成人们不应该急着去教孩子该怎么画，反而是该学习怎么看懂孩子的画，以及怎么引导孩子把心中的创意挥洒出来。哎 ，Eric， 其实我们很好奇，为什么你在教小朋友绘画之前呢，要唱歌跳舞哦？音乐会，然后给他们小孩子会放松，他们可以代表他们自己。 想象力，怎样看这个世界，这样多么漂亮，多么 colorful。Eric 先让小朋友们唱唱跳跳，让心里面的创意跟色彩活起来之后，再任由小朋友们尽情挥洒。你看，两三岁小朋友们自由的用色，以及无拘无束的笔法，是不是比我们大人更具原创性呢？果然，未经过指导的创意才是最棒的创意。 哎，小朋友们怎么不画画，反而玩起游戏来了呢？看到小朋友在这个屋子里呢跑来跑去，其实他们不只是玩耍。Eric 最主要呢是要教导小朋友呢绘画不是平面的，是属于立体的，让小朋友呢发挥他们的想象空间。 一边玩一边学 ，Eric 希望这里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在乐趣无穷绘画里快乐成长。 3个月的课程结束后 ，Eric 会将小朋友的作品做成纪念册，爸妈借由欣赏这些画，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孩子。难得的是 ，Eric 常常带着小朋友用他们的画笔发起公益活动，所以这一堂课下来所学到的绝对不只是画画而已哦。 It's time we say goodbye, goodbye, Sophia, goodbye, Mac, goodbye, Ethan, goodbye, Daniel, goodbye, all of you, goodbye, Ethan, goodbye, Daniel, goodbye, all of you.